记者彭瑞琴台南报道。台南让你最不腻，让你最想念，是人的热情，食物美味，风景的美丽，或是巷子里的那只小猫咪，曾经在台南发生过的美好人事物。夏季是国内外的旅游旺季，为宣传台南多元的夏季观光活动与旅游，南市观光旅游局连续四年以不同主题拍摄影片宣传夏日海 Party 系列活动。今年夏季推出的台南不腻腻影片，在尝试创意手法，以分割画面、蒙太奇及格子等特效，并以台南常见的台语地方口语助词腻诠释台南特有人情及趣味，多元且玩不腻腻的观光元素。这支影片今年四月在拍摄前即展开宣传，共广征27组喜欢台南的旅人素人们参与拍摄征选，提前展开影片行销话题。五月份拍摄过程中，获选的四组素人演员更因跟住走访台南，深刻体会台南的观光魅力，也各自主动协助宣传，成为台南旅游的最佳代言人。首播台南不腻影片即日起以90秒完整版于台南旅游 Facebook 粉丝团推出留言抽文创小礼活动，民众只要在7月5日下午5点前在该影片贴文底下留言与不腻腻相关语词，就有机会抽大奖。